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看就是四个呢全网最没用的网站。我现在其实在发明新的那个程式，程式码，半导体的工程师，现在是工程师，对，我是软体工程师。我现在打个代码，然后做一个 app 游戏。可以借我10块买饮料吗？你先订阅，我就给你钱啊。什么订阅啊？你可以借我10块买饮料吗？你先订阅，我就借你钱。已经跟我借了8次嘞，你可以不要跟着我吗？10块就好了，10块。10块你是不会去捡哦？你不会找工作哈？哈，找工作啊哈哈。要10块就好，10块。你已经跟我借了8次，我们很有缘呐哈，我们很有缘嘛哈。10块也要借？好了啦，10块要借啊？10块而已耶，赶快按订阅啊！好啦，我就借你10块买麦香。那你频道叫什么名字啦？订阅了啦。好，有订阅很棒，那我借你10块。好，去买饮料吧，拜拜，不要再找我了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修克强集团。谢谢西浪。对。烫烫呼噜呼噜呼，烫烫呼噜呼噜噜噜噜，烫烫呼噜呼噜，烫烫烫烫的呼噜噜。好，没错，那开场呢？我们现在就是，大家有没有搜寻过什么奇怪的网站？我以前会玩那个啦，巴哈姆特。嗯，好像是吧，就类似那种的单机游戏那种的史莱姆好游戏区，史莱姆好像是史莱姆之类的。那我们要讲到就是什么奇怪的网站呢？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看就是四个呢全网最没用的网站，在网上就是说，哦，这个好像是最无聊、最没用的网站，但是呢，不知道到底是多无聊还是多没用，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这四个网站是到底是怎么样。我们现在看这个文章好了，然后来源是雅虎新闻，我们就直接来看好了。好，好，第一个呢，第一个网站叫做 The Useless Web， 然后呢，中文叫做没用的网站。它是一个没有功用的无聊网站。这个网站呢，好像会带你去任何随机和无用的网站。那每个呢，都够你娱乐1分钟左右。那我们来看第一个 Useless， 我会中毒，我哪要中毒了？完蛋了！完了，那不要用了。去去去，中，赶快中，赶快中毒。好，我们看第一个网站叫做 Take me to a useless website, please。哦，就开始按下去，可能就连到某一个无聊的网站，所以它就是无聊网站的起源，就它。按下去会不会有事啊？会不会中毒啊？对啊，希望都可以播，希望可以播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吧，3、2、1，按下去。好，然后嘞？颠倒的。哦，等一下可以转，哦，会换人。哦，可能是先这样，然后猜吧 ，Justin Bieber。那点下去变成什么？什么啦？哦哦，他转过来的时候脸还是反的啦。啊，这个就这样啊。哦，这就是他无聊的重点，就是这样。就是你可能趣味吧。嗯，欸，还不错，还蛮好玩的。下一个是谁？布兰妮 ，Britney Spears。布兰妮，那个什么，甜甜布兰妮啊。小甜甜布兰妮。小甜甜，甜甜布兰妮。那转过来，那转会变怎样呢？完全看不出来，是他吗？那个人这样子怎么看得出来啊？反正就是他，只是他的眼睛跟嘴巴倒过来就对了。嗯，下一个是谁？基努，那個，什么基努里维啊？不是啦，那叫什么，啊？汤姆克鲁斯。对，汤姆克鲁斯，他忘记名字。是在猜人的吧？对，我们看长怎样。什么啊？太丑了吧！好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我应该再直接毁掉。再一个。好，下一个是谁？那个演我是传奇的，这我突然忘记名字了，威尔史密斯。对对对，下一个。哎，欸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杀时间的，你可以跟同学一起玩这个。但是你变太丑了吧？这个那个本人会不会来告这个网站？下一个，蒙娜丽莎，倒过来。最后一个，哎，欸，好像没有到太难看的。这还蛮好玩，你会想要一直玩下去哎。不知道有谁。奥巴马，奥巴马，大怪变什么？丑了吧？什么啊？奥巴马不排除提告。马斯克，他都是一些名人呢。哎，很丑哎。好，再看最后一个，那个最近出事的那个，对不对？不是啦。不是吗 ？Kevin Hart 吗？哦，那个 Kanye West。饶舌歌手，欸，其实还 OK， 不丑哎。Kanye 就是那个，啊，发明那个 Easy， 就是他 Easy 创办人，是他，嗯，他也是饶舌歌手。好了，好像差不多了。好，差不多了。这是那个什么总理吗？欸，所以他这好像就是带我们连到就是这个
有点可以杀时间的网站，其实还不错啊，就是蛮好玩的，但是后来就玩一玩就就这样啊。对，所以大家也可以聊聊看这个没用的网站，但是呢，其实领过去还蛮好玩的，就是你可能在等人。或在等什么时间，可能两点才要开会，一点半你可以玩到两点之类的。我觉得很适合，就是可能不熟的朋友找一个话题，说哎，我这有个网站什么，我就按这样子。对，或是你在上电脑课等时间的时候可以玩。好，下一个呢叫做超费网站 Pointer Pointer， 然后呢点画面呢会出现什么特别的图片？开始了 Pointer Pointer， 好像会中毒，我是不是感觉没网站好像会中毒？开始了吗？是谁？谁啊？是谁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已经开始了哦，我已经点到了。哦，啊，滑鼠指到某个地方，那个手指头就在那边啦。你看，哦，它会对应一样的照片样子，就对应到手指刚好指到那个地方。哦，那你用远一点的地方。好，那这边，我指到哪里？我也不知道。真的耶！他们是谁？他们有同意吗？他们有同意，他们肖像权放上去吗？还是他们就是公开照片就可以？好，下一个，应该都可以播吧？会不会有不能播的照片啊？真的耶，好好玩哦！滑鼠都在他指的地方哎，这怎么弄得好酷哦？对，下一个，这个很杀时间哎，可以打哈欠吗？那我怕你打哈欠的，无聊网站啊，很重哎，那你用最边边。我先看有没有继续录影。好，这边边有人吗？有吗？真的好玩哦、喔！可是好像都是美国人的照片哎。我觉得他可能是从那种什么 Facebook 还是 Twitter 上面拿人家的照片下来，会不会？可能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第一点呢？这什么啦？下一个 Finding。他要去找很多那种手指头的照片哎。对啊。就代表他的后台可能是每个点都有照片哎，哇靠，这么太大坑哎，这个真的很杀时间哎，真的是最没用的网站，但是又很杀时间。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某个工程师做出来的，应该对在台湾吗？好像是这是台湾吗？中文那个繁体字，不确定是不是中文，但是不确定是台湾，但是还蛮像台湾的。你不要打哈欠，太夸张了啦！真的超没用你打哈欠。这无聊的网站。真的没用到打哈欠好，那我们这个差不多。这个我觉得蛮好玩的，这个大家可以去玩，这叫做可以搜寻 pointer pointer， 就是点点点。point point point point。好，第三个全网最没用的网站叫做 a soft murmur， 就是好像是可以有各种声音可以听的网站。我看一下，有了有了。下雨的声音，终于听见下雨的声音。然后再那个雷雨哦，没有没有没有变啊，有啊，不一样啊，屁呀，那有伤的有啊，不一样啊，不一样吗？你在听雨跟这个、啊？不打雷吗？那也哦有雨。其实可以当背景音乐，就是如果有人打来说我现在在外面，我现在在外面下雨这样。可以骗主管。这点甚至睡觉的时候，有人就是要听那种白噪音才睡得着。那会不会？其实还蛮好听的。其实是加上去吗？有风的声音哎，或是你要把前面的关掉？对对对。我们先 wave 吧。海浪的声音。好酷哦！这还蛮好玩的、这感觉可以那个演戏，或是那种 podcast 可以放。我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在哪里？风啊！我们先看风。风声。这很疗愈这个是可以疗愈心灵的网站对，因为在家里，然后放这些声音，然后让那个心灵沉淀这样。好，那我们看火。火应该很疗愈哦。真的。这个要搭配那个壁炉的那个图片，就是不是有那种动画？很好听那蛮酷的。
而且网站不错啊，这个不会没用啊，算是蛮杀时间的。或者是你想要晚上自己一个人听一些声音搭配，这网站还不错哎、欸，算是还蛮有用的啊。有啦，这个是有用的。好，第四个没用的网站呢，就是有个叫骇客网站的、然后呢，好像是可以假装当个骇客，扮演就是骇客高手这样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了。哇，这看起来会不会中毒啊？我妈被骇客了。How to use you? No thanks. How to use hacker typer?、好像就是好像可以随便打个字，然后好像会出现什么代码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来看我们今天到底会不会被骇客。打西游弟弟啊！他这样刚好到。Star， 对啊，如果我们打个字，他可能等下有我们的资讯怎么办？说哦，有兄弟这个频道，然后就是那个。那打什么？不知道，先按下去啊。Star Hack Typing， 然后嘞，是乱打字吗？他在回什么？这好像什么程式码啊、哦？哦，就随便打，他就跑出一堆字啦。就你可能打 I， 然后是什么 I 什么的。哎呦啊！可以在上班的时候假装在认真工作。等一下，我要拍一个侧拍，等一下，我要拍一个怎样？有画面，有画面哈。哎呀，我要拍一个侧拍，等一下，好，那我要演戏啊。等一下，你要近一点，近一点。你现在假装主管好了。好，好。假装我现在可能在逛网站。好，来。你现在在干嘛、没有，我在做功课啊。你看，这是我今天的作业，今天我要打的报告，这么多啊，你看。你看，我今天报告打那么多。我现在其实在发明新的那个程式，程式码，半导体的工程师，现在是工程师。对，我是软体工程师。我现在打个代码，然后做一个 app 游戏。这有好笑吗？我笑不出来，这有什么好笑的？我是有病。我们会不会打打到这边倒、我们等一下账号直接。YouTube 账号直接不见，太好笑。现在就是一个可以打一堆代码的网站、啊，这蛮好玩的耶，很好笑。你可以如果不认识的朋友在那边看，里面打过去，哇，这个人他好厉害哦。就是可以假装当一个骇客，或是假装在当工程师，你就可以体验当工程师的感觉。有点想法、啊，今天四个没网站，留言起来，留点想法、啊，告诉我们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看完了四个纯网最没用的网站啦，但是又废到笑，废到好玩。好，那大家可以去搜寻这几个网站，应该基本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那大家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要订阅频道，订阅我们 IG， 一定要去上哦。然后支持我们，今天我们新歌哦。喜欢我们的话可以加我们会员哦。我们下面见，拜拜 ，Let's go。记得留言哦，没事留言都会谈，拜拜。拜拜快拒绝我，就让我死心。拜托你不再追求那么死心塌地，把所有好的坏的都删掉。It's time to let you go。拜托你快拒绝我，就让我死心。装得不在乎，其实很不安，藏着对你的爱慕，我说不出。